交作业了，谁就差你了。我的作业出了一点状况。金老师，阿帅又没做作业。你说你作业被狗啃了？没错，我都写完了的，被狗给啃了，我也很绝望啊。哦，难得你有做作业的觉悟，奖励你一张大饼，来咬一口。啊！交作业还有饼吃，没天理。看，作业本上的咬痕和饼上的完全一致。小帅呀、啊，人家有一条牙齿跟你一模一样的狗吗？这个，这次我必须拿出点真本事。精选上好的牛大骨放入枸杞、桂圆、姜片，熬制2个钟头，炖好冷却后，把作业本放在汤内充分浸泡，取出晾干，然后物色一只3天没吃饭的鳄犬，拍照拍视频为证。老师，你看我作业这回真的被狗吃了，有视频照片为证。去，把狗给我牵过来，马上。哦，老师，狗来了。好，收走。你蒙脸干什么？金老师，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有那种奇怪的癖好啊！少废话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快招！啊！狗的呕吐物里有你作业没消化的碎片，但是上面干干净净，并没有字迹，可见你根本没有写作业。啊！真是。又要交作业了，都拿出来啊！如果你觉得我小帅这次还没写作业，又会编各种借口，那就错了。Look， 我自己亲笔写的。Look， 快来收作业呀！金老师，阿帅又没交作业，怎么会这样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阿帅怪趣。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奋战，我们相继开发出了谁用谁发财手机壳，谁用谁变美手机壳，还有宇宙最萌全球限量版的你和我。感谢。